新闻应玄灵宫，九皇大帝荣任第26任长喜圣宫。今年的花车游行活动也由该宫承办，今年是属于第八届。从吉打斗母宫出发，各斗母宫的花车已集合在这，先到普门殿斗母宫用餐。花车游行会经过老街场商业中心，并到甘榜巴鲁路结束。
注重国民的团结，大家和睦途共处，互相包容，福祉和配合。有请俄罗斯斗母宫九王定大帝的代表上台接，来掌声好不好？我希望呢，明年呢，越办越好，越办越旺。OK， 我们烟花组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2023年双溪大年集中营第八届花灯游行。
出席也代表大家的正包含意义啊。OK， 好，在这里谢谢大家。在下雨哦。
车载回吉大州。Oh!